甘肃的这个真正的就是孩子们，孩子们都在哪个地方生活，真实的生活的场景。你看这个从城市的角度讲来，它的物资可及性比较好，像食物的食材呀、什么的很容易从市场上买到。那么农村呢，它就是要靠啥呢？它基本上就是自己如果呢有地，它可以呢种养，这样的话呢可能呢能解决一些它的饮食问题。但是呢就是像我们甘肃的吧，农村地区呢，它离城镇呢路途很远，这样的话呢它呢就实际上呢就食物的这个可及性呢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常年呢就是食物很单调，比如像马铃薯呢作为它的主粮，然后呢作为它一年四季的一种食物来源。这样的话呢就是从营养的这个角度讲呢它就单一，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了，就是使得这个它的这个营养的缺乏呢很容易就出现。现在国家呢就是对这个贫困地区农村这块实行的是义务制教育学生营养餐计划。这个计划呢里头呢就是国家财政拿4块钱来给每天呢给孩子补助，来解决他的主要的营养问题。民以食为天嘛，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就可以通过食物链的过程给他补充维生素。大川小学这个他们学校呢，这个是正好呢是列入到国家的学生营养餐计划的学校，所以我们呢是在这个学生营养餐的计划里头把这个饼干呢作为他们的营养餐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饼干的这个口感比较好，它又有不同的味道，这样的话呢这个学生呢就是很喜欢吃，觉得这个是特别的一种享受。实际上呢我们无形中呢把维生素 A 呢给它提高了，这所以说呢这个意义是很大的。你看那个观察这些孩子们，一个月之后呢这些孩子们呢实际上呢他的这个看着就有很有眼神了，然后呢你看着呢他的整个的这个精神面貌呢也发生了很好的一个变化。所以说呢维生素 A 呢主要的起的作用呢，第一个呢对他视力的有好处，第二个呢实际上对他的这个整个的皮肤对整个的光洁度有了很大的改善，实际上呢可以看到了精神面貌好了，实际上是机体免疫功能呢提升了，这个呢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维生素 A 呢在整个的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呢是非常需要的一种必须的一种微量的营养素。